接下来我就要看你们的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出发。上车。蒂娜是华第一准拿。第二。皇帝陛下。我不是第二，再见。耶，我们必胜。我们有盒饭。看到没有，我们拎着吃的走的。舒服，没事。嗯，哎呀，伙伴们，位置的离。哎呀，好颠啊！为什么这么颠？为什么这车？还没开始就没了吗？车过了还要呢？这谁的队友？这谁？你别伤着丽娜，我跟你说。小瑞，小瑞，我告诉你，你跟他一队，你这叫误入歧途。你现在有没有觉得选择特别失败？你的队友选择？我觉得还行，他弹性挺好的。那个黑总，黑总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黑总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哪里？去玩耍呀！我跟你说，新校林真就是一个字儿，啊，惨！哎，振华老师和刘哥，哎，我们都是老朋友了，人家这两位美女是新朋友，你们俩应该这个有体验。你们没来过节目啊？你知道吗？我是给当服务员啊，当了整整一天的啊，售货员呢啊，售货员，而且是卖女装啊，那多好啊！好什么呀？挺合适。尤其是遇到一个疯婆子，然后说自己女装吗？说自己气质啊，多好多好多好。哎，这节目我看过，什么上档？那个不能说是疯婆子啊，东北说话咋说？那用东北话说呀，彪丫头，嗯，彪丫头，彪丫头知道吗？彪的。上档次啊！哎，你看我们丽娜一直不说话，丽娜，因为她现在心里特别忐忑。哎，我们导演组的新风来了，又啊，新风，新呐，来，注意事项啊，来，上交所有物品，来吧，不能破坏农作物，不能要老乡给的吃喝。那刘刚不哭了吗？自己保留一点自己急需的物品，比如说钱包啥的，那当然不可能。哎，我们能买点东西啥的。手机呢？你想买东西啊？身份证啊？没有。身份证？No。身份证一定要交。那万一走丢了呢？为什么？啊？走丢吗？我以前觉得养猪能养成什么样？一个女孩，20多岁，养猪啊，把自己养成猪，一年。哎，他一说到这个字的时候，眉飞色舞，就好像说的是他自己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那个猪养的好呀，每天给猪按摩啊，还给猪喝头，还带个发圈，还给猪喝啤酒，说来干净。然后你知道那猪真的，还有就是扫猪舍，猪舍进去以后你就有点。就想吐的那种，进去才有点，他就想叫，灰灰的感觉。什么叫？猪叫不是这么叫的，猪怎么叫呢？猪是，你看了，不用学，特别熟悉，杀猪的时候。